应该嘛足头者，讲迄张到底唔知要安怎甲退转来啊？是不是安尼啊？哦。伊这张嘛唔知，迄个比赛我嘛唔知影啦啊。啊，这都、個，这都、個、让哈佛家己处理就好。哦，啊，咱爱处理咱台湾的问题。所以即马就是透过媒体吼，拢甲咱的民众安尼宣传，讲学生啊来占国会啦，啊弄入去行政院是违法的，啊，啊听讲哦，拢特别找咱学生啊算账，讲啥物人是主谋啦，啊，我嘛学生啊嘛真紧张啊，啊一般个啊，毋是主谋的，会替伊的同学紧张，啊来找我啦，啊讲。哦，讲安尼追杀差不多一两百个啊，一两百。啊，爱讲啊奇怪，啊，伊遐拢无来找我，啊，伊遐警察拢无来找我，彭哥的记者嘛来问我呢，啊，伊敢无来找你？我讲哦，伊有寄飞来啦，啊，我连看都无看，我就甲囥在边啊。哎，都唔免紧张的啦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啊，咱学生啊第一遍做对的代志。但是伊用这种的手段，其实这手段就是恐吓的手段啦，就是要制造你内心的惊吓。啊，所以真侪学生啊，即马走一边，啊，惊讲来吼，伫街啊路上许掠，我是讲伊若要掠，伊若要掠你，啊，我伫只，逐日伫只，伊才无爱来掠我，对不对哈？我敢有较大火，是不是啊？哦，我昨讲起来，我是无大火啦，昨互警察占几下个吼，昨要困啊，感觉。规身躯酸痛、酸痛甲，啊，好佳哉无占着要害啦，啊，啊，昨一个警察哦，一个手铐，伊特别甲我铐啦，特别甲我铐，啊，铐几下，啊，啊，我当然我有小我闪起来，阮个志工哦，甲我保护，所以无许铐去啦，啊，无许铐去，但是讲许铐去嘛不要紧啦，因为这是我选择个，啊，我是感觉咱伫遮吼。不是要来听演讲的啦，演讲这是无行动的时，大家来讲心内话。咱若有行动的时，就是要拜托大家做伙做啦，做伙做。哦，啊做安怎做伙做呢？因为我甲学生啊讲哦，唔通拢请教授来遮演讲啊，要行动的时，拢啊拢唔知影要耍，然后伊就听演讲啊，听到大家拢讲，对不对？听演讲无路用啦。听演讲无路用，爱听演讲了，爱有行动的勇气，这才是听演讲的目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要甲大家讲，就是讲哦，大家拢会惊，我其实嘛真惊嘞。你一暗吼，去年的十月七十，我按只爬起了，大家注意看，只有迄楼梯，即嘛惊我爬起了，用迄铁线网啊吼，甲箍起来，我爬按遐起哩啦。啊，大家讲哦。啊！你伫爬会惊袂？我讲试试船尔啦，袂啥惊啦，会惊啦。哦，你足惊个啊！我是讲我毋知爬会到上顶悬袂，我爬去你家换一支车轮，啊，家去换车轮。啊，迄一天三月三十，刚入去行政院，我一条长腿吼，真长，爬去二楼行政院内底办公室。哦，我嘛会惊咧，我听讲警察毋知会较。甲我掀一下，我当我栽落来个吼，啊嘛是有保护啦吼。是安怎咱较袂去做这個？是安怎咱较袂去做这個啦？讲国会议员，我都照人民的意思来甲胡茂甲挡落来。胡茂啦，安尼凊彩伊又通过，安尼等于咱去用白起啦，契约签落了，伊又白起，所以就是。间接民意代表无法度正确来反映社会民意。我请教大家啦，哈，那就讲咱台湾的社会无支持学生安尼做，今日学生敢有法度冻十八天，对不对啊？学生伫内底，我都冻十八天，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。第一，伊有正当性，因为你看你。哦，但讲立法院啦，立法院的牌也无去啊啦，所以这毋是立法院，这叫做中国党的白台。啊，啊你若还佫毋知影，小等下你徛伫头前，
看顶管是翕一张相，因为这是历史啊，这是历史啊。以后你要去看这个招牌，我想无啊啦哈、啊，因为咱是希望这边运动成功了，这栋真正叫做台湾新国家的立法院，咱咧牌要搁挂倒转来，真正的立法院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啊若进吼，甲挂中国栋的北大医院好尔啦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好个再卖无，卖去啦，想要敢卖啊卖去，所以就是讲学生来占立法院国会，这全世界这个政治意义是啥呢？讲你一个政府，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部门，政府可能是有三个主要的部门。政府不是总统政府尔，啊，总统其实甲行政伊是一体啦，叫行政权。国会是立法权，司法院是司法权，啊，司法权可能是较独立的啦。当然，台湾的司法是要独立，台湾的司法是独裁，对不对啊？大家有同意无啦？啊，这以后要处理啦，因为咱足侪好人拢还佫有关咧，啊，咱阿扁啊，啊，啊郭瑶池，啊最近佫抓一个张灿龙入去关，啊，这拢是政治撇开啦，唔免对咱优秀的人才怀疑，所有的政府拢是因编的啦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人郑文龙到。